想起那些行行出状元名场面。现在的工人是不是机枪？你还会打吗？以后的零零后机枪。真是高手，真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太厉害了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记得妈妈还是那句话吗？那你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